各位同学，你们是否都有这样的经验？站在动物园园区或任何景点的地图前，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看到想去的地方也总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通常在地图上，我们都会看到长得像大头钉的图标，它代表着你目前的所在位置，以自己为参考点，就可以知道通往各个位置的距离与方向。而一个物理量的描述，如果需要用到方向与大小，我们就称这个物理量为向量。在进入正题前，我们先来复习运动学里的物理量吧。许多物理量具有方向性，例如位置、位移、速度等。如果物体处在一维运动当中，我们会定出一个原点，并以单一方向为正，其相反方向为负。举例来说，若是用 X 轴来描述一维运动，则向右为正，向左为负。带入数字来看，假设一个指点的起点位置为负一公尺，位移为正五公尺，我们可以得知它向右移动五公尺，且终点位置为正四公尺。又或者在牵直抛体运动中，我们可以假设向上为正，加速度的描述为 A 向量等于负 9.8 公尺每平方秒，这里的负号代表此物理量的方向是向下的。现在来说说线性的一维运动和平面的二维运动有何不同。在一维运动中，我们利用正负号制定单一方向的前后方，不过运动学通常不会只有一个方向。如果这时两个向量之间出现夹角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这样说好了，假设今天我们将牵直上抛运动的初速度旋转一个角度，使得初速度和加速度不在同一直线上，那就会形成所谓的斜抛运动。你应该可以发现，这两个向量会形成一个平面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无法只用竖线来描述这两个向量，这时我们必须引进平面向量的概念。仅有的一个竖线坐标已经无法描述两个具有夹角的向量，所以我们得利用两条竖线坐标解决这个问题。就像地球的经纬线一样，能充分描述物体在地球上的位置，也就是平面坐标系。我们借用平面坐标系的概念放到抛体运动来看，就能以向量所横跨的 X 与 Y 的长度描述平面向量的大小与方向。例如，初速度为5公尺每秒，仰角为37度，若以水平为 X 轴，牵直为 Y 轴，可看得到此速度向量的 S 部分长度为 4，Y 部分长度为 3， 所以此向量可以表示为 4,3。 由于 S 与 Y 长度互相垂直，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直角三角形，两股平方和等于斜边平方，代入数字就是3平方加4平方等于5平方，这样便和一开始所知道的条件相符合，也就是向量长度为5的速度大小。同样的道理，由于加速度牵直向下，因此它的向量在 S 部分长度为 0，Y 部分则为 9.8， 可以表示为0负 9.8。 现在我们把这个概念用等加速度运动来说明。首先是平面向量的加法计算，等加速度运动的其中一个公式是 v 等于 v 0加 at，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c 向量等于 a 向量加 b 向量。当我们已经知道如何表示平面向量后，接着要了解向量如何加总。在数学上，向量的加法有两种方式，分别是头尾衔接法，也就是三角形法，还有平行四边形法。举个例子，假设我们站在动物园的入口，先到台湾动物区看了云豹，再到无尾熊区观赏无尾熊。此路程有两段位移，分别是 A 与 B。若要以头尾衔接法计算向量加总，我们可以从位移的定义来思考。据位移定义，从起点指向终点的直线距离与方向，也就是向量 C。根据整段位移，可以描述为从起点到最终位置的 C。所以可以看成 A 加 B 等于 C。 若是平行四边形法，则是将两段向量 A 与 B 的起点重叠，并以此画出平行四边形，从起点到对面顶点的对角线就是合成向量 C。 在坐标表示方面，可以将 X 部分与 Y 部分分开计算，也就是说，若向量 A 为 AX AY， 向量 B 为 BX BY，
向量 C 等于向量 A 加向量 B， 则可表示为 C 等于 CXCY 等于 AX 加 BX AY 加 BY。再来，我们谈谈平面向量的分解计算。由向量的加法可知，任何单一向量也可以表示成另外两个向量的加总。将向量有效地分解，可以简化问题。但分解向量有无穷多种的可能性，该如何决定呢？处理物理问题时，这个方法相当重要，因为在运动学上，两个互相垂直的分解向量，它们的运动是互相独立的，也称为运动独立性。因此在处理平面运动问题时，会将向量分解为两个互相垂直的独立向量，例如 S 向量与 Y 向量，并将两个维度 X、Y 分开计算，可以大幅降低问题的复杂程度。讲了这么多，我们来总结今天的所学吧。首先，可利用向量表示具有方向性的物理量，以平面坐标系描述平面向量，可表示为 A 等于 AX AY， 其中 AX 为此向量的 X 分量， AY 为此向量的 Y 分量。向量加总的图形表示法有两种，分别为头尾衔接法与平行四边形法。再来，如果向量 A 为 AX AY， 向量 B 为 BX BY， 若向量 C 等于 A 加 B， 则可表示为 C 等于 CX CY 等于AX 加 BX AY 加 BY。 在运动学或力学中，可以利用平面坐标系定出 X 轴与 Y 轴，并将物理量分解为 X 分量与 Y 分量，两分量独立处理，方便简化问题。最后我们来想想看，除了运动学的物理量，还有哪些物理量也需要利用向量去表示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。下次见咯，拜拜。